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巴巴狐狸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泼泼熊。今天的 Vlogmas 开始喽！开始喽！山地那边、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。我们可爱又聪明。泼泼熊，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巴巴狐狸，你快进来！好嘞，泼泼熊，我来了。怎么往前走了？怎么往前走了？别挤我！你别挤我！我出来喽！泡泡狐狸，你快出来呀、啊！我出来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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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，那么多小笼包！哦，小笼包，我的最爱小笼包！泡泡熊，你快看，前面都是虾，河虾，炒河虾！哦。又是我的最爱哦！你看，你看，还有小龙虾，哇哦，红红火火的小龙虾哦！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前面有那么多的蹄膀，红烧蹄膀。泡泡熊，你看，还有烧麦，你最爱的早饭烧麦。我好开心啊！烧麦，烧麦，烧麦！泡泡狐狸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多好吃的，真是很神奇呀、啊！我来把它们挂到圣诞树上去，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它们。好了，大家，今天的 Vlogmas 就到这里喽。是的，是的，就到这里喽。泡泡狐狸，那是一台什么样的相机呀、啊？怎么那么多吃的藏在里面？泼泼熊，有可能是圣诞老公公给我们的礼物哟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